士师记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众支派进入应许之地后，呼吁他们要忠于和神的立约，遵守律法书的诫命。如果他们这样做，就会让其他国家的百姓看到这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而士师记是从约书亚离世讲起，基本上讲述的是以色列完全败坏的过程。士师记的名字取自于以色列这个时期的领袖。 在立君王之前，以色列支派由史师统治。不要以为他们是审判官，其实他们是地区性的政治军事领袖，更接近部落族长的角色。读这卷书得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史诗记的内容令人非常不安，充满暴力。这卷书讲述的是悲剧故事，以色列人道德败坏，领导层腐败，变得几乎和迦南人没什么差别。 但这个悲剧故事的目的是要引出将来的盼望，这一点可以从《史诗记》的结构看出来。下面来看看每一部分的具体内容。开头三章讲述以色列各支派进入应许之地，夺取各自的领土。虽然约书亚已经攻取了一些主要的迦南城镇，但仍有许多地方没能攻打下来，不少迦南人还在那里生活。 第一章列出了一长串以色列人没能赶出的迦南民族和城镇的名字。要知道，驱赶迦南人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受到他们败坏的道德影响，拒绝他们用孩童献祭的风俗。神呼召以色列做圣洁的子民，但他们没能做到。第二章讲述以色列人索性同迦南人住在一起，开始随从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。 故事进入第二章，暂时停了下来。作者几乎用了整整一章来概述这卷书主体部分将要发生的事。作者说，以色列这段时期的历史是一系列的恶性循环：以色列人随从迦南人，犯罪得罪神，神就允许迦南人打败和压迫他们；然后以色列人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悔改，神就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。 士师将打败敌人，带来一段和平时期，然后以色列人再次犯罪，引发新一轮的恶性循环。下一部分的文学结构和情节就遵循着这样的循环。故事中有六位重要的士师，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。其中前三位士师是俄陀涅、以护和底波拉，他们的故事都很传奇，也极其血腥。有的士师凭一己之力战胜仇敌。 也有的事师靠他的跟随者打败仇敌，拯救以色列民。接下来，作者用更长的篇幅讲述了后三位士师的事迹，主要聚焦在几位士师的品格缺陷上，而且一个比一个糟糕。基甸一开始表现良好，他虽然懦弱胆小，但最终相信神能通过他拯救以色列。他率领三百人，手持火把和瓦瓶，打败了米甸大军。 但他的脾气很差，杀了一批没有在战役中帮助他的以色列同胞，然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。他用从战场上获取的金子制作了一个偶像，在他死后，所有以色列民都拜这个偶像，于是恶性循环又开始了。下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耶夫他，他住在山上，过着类似于黑帮暴徒的生活。 当以色列遭遇困苦的时候，众长老去见他，求他做首领。耶夫他是一个战功卓著的领袖，他多次打赢亚门人，但是他对以色列的神了解很少。他用敬奉迦南神明的方式去敬拜神，启示说，如果打胜仗，就会用自己的女儿献祭。这个悲剧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，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神有什么品格。 结果导致了很多凶杀和错误的敬拜方式。最后一位事师是参孙，他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事师。他原本大有前途，却完全无视以色列的神。他淫乱、暴虐、狂妄自大。他用野蛮的手段打赢了非利士人，却失去了自己的诚信。最终，他在一场激烈的大屠杀中死去。顺便提一句。 哎，你会发现啊，《史诗记》的主体部分有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，就是每到关键时刻，神的灵都会赐给某个事实能力，去完成伟大的拯救行动。神使用这些糟糕的人，并不意味着他认同他们所有的行为和决定。神最先要做的是拯救自己的子民，但他能够使用的只有这批败坏的领袖，因此他就通过他们做事。所有这些内容让人看到。 以色列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，甚至看不出他们和迦南人有什么差别，而这还只是领袖们的状况。最后一部分讲述以色列全体已经败坏到了极点。这部分讲了两个悲剧故事，可是读者要谨慎。在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句前后重复了四次，将这两个故事联系起来。这句话就是在那些日子，以色列中没有王。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。其中一个故事讲以色列人米迦建立了一座私人的神堂供奉神像，却遭到但支派一支私人军队的掠夺。他们偷走所有的东西之后，又到拉伊，放火烧了这座和平之城，杀死其中的所有居民。这个故事简直骇人听闻。当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的神，强权就变成了公理。 最后一个故事更是恐怖血腥，这场让人震惊的性虐待和强暴事件引发了以色列的第一场内战。这件事让人非常忧虑。记载这些事件的目的是要警告人们，以色列陷入自我灭亡，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这位爱他们、拯救他们、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神。而现在，以色列需要再一次被拯救，脱离自己的罪。 故事中唯一能看到一丝希望的是全书最后部分不断重复的句子，这也是这卷书的最后一句话：“以色列中没有王。”这为后面的书卷埋下了伏笔。接下来讲的是大卫王家族的起源，也就是路德记，和以色列王权的起源，也就是萨姆尔记上。作为一场悲剧。 《世诗记》的价值在于，他对人类的处境进行了一次发人深省的探索，并最终指明人类需要神赐下恩典，派一位王来拯救他的百姓。这就是《世诗记》的精义。